如果你的体重不大，肚子上却有一层赘肉，那么今天的训练建议大家一周更练三次，每次更练3到5遍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尽量伸直，腹部发力，伸直双手去触摸脚踝。
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支撑，折叠身体，挤压腹部，发力吐气，回放吸气。手肘和脚背边两点支撑，感觉侧腹有拉伸感，吐气发力往上挤压侧腹，吸气下放拉伸侧腹。先做一个俯卧撑，推起的同时用腹部的爆发力带动双腿往前跳，脚后跟先着地。太棒了，能跟练到这里的都是好样的。休息五分钟，我们再跟练几遍。跟练完别忘了拉伸，分别拉伸腹直肌、腹外斜肌以及腰椎，每个部位拉伸两组，每组30秒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个3连支持一下。